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顺便。Moderate film。上面人意外的多哎。到底是谁教你们的啊？这么近的面对近战武器的敌人，居然还把枪拿出来想要射。再来结账好了。他区域任务好像不多，大部分都是宝箱。哎，怎么都没有看到商店啊？有了有了，有看到商店了。Un client est toujours le bienvenu。摸摸嘛，这样就有比较多，不怕不小心没有开好锁。金色宝箱哎，看到了就去偷拿。Years ago, when I escaped from the Bastille, I left behind the rope ladder I fashioned from twine and firewood. It's famous now, but the Bastille's guarded because of the looting. Could you, citizen, retrieve my rope and bring it back? It's somewhere in that vast edifice. You'll have to get the location from the quartermaster.为什么你一定要拿回你当时脱逃的绳子啊？我要用线编到绳梯，到底要花多少的线？军需官没有得罪人，尽量用窃取的。红色的呀，红兵耶，红兵好像就没有窃取的必要性了。这里感觉就上不去，看那个距离差这么远。这里应该是一个我可以上去的入口。
最开始好像也是从这边上去的，又爬一次巴士底。哇！害我速度不够快，没关系啊，这些人这么弱。还有一个，他没走过来，算了。还是要出去。他为了这一个神梯付我多少钱？Thank you, my friend. It makes a fine memento. He is 让亨利拉图拉图泽。让亨利·马歇拉图德被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夫人关进了监狱，表面上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上是源自于拉图德的贪婪和野心，因为他刻意向夫人献上其虚假的阴谋。他偷偷给夫人送了一小瓶毒药，接着再自导自演地送信去警告他有关毒药的事。拉图德之后被押关在文森斯监狱，不过他却逃出来了，然后再被抓到，转押至巴士底监狱。不过他又使用神梯再次脱逃，然而他还是被抓回来了，并关回原来一度曾逃离的文森斯监狱。178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讲述了他各种从监狱越狱的种种，其中包括1755年时他透过烟囱用绳梯爬到巴士底广场的事。当巴士底被攻陷后，他拿回了绳梯，并将其交给巴黎市政厅，以极大的盛况。大革命期间，他抓住一切机会展示自己是暴政折磨下的受害者。故事中的神梯至今仍存在，在巴黎的卡纳莱瓦莱博物馆里所展示。珍贵的神梯。Ravi de t'accueillir。好啦，都让我解完了，没有钱啊，算了，为了收藏品不收他钱。地球，地球也有碎片啊。
地球怎么没有长得很像地球？小树林成为小雨，树林成为小园地的高墙，背着双翼的战士立于地面，能动的和不能动的，关键就在十字的中心。啥鬼啊？是在说巴士底监狱吗？被包围，我一想到就是监狱，它周围有墙。地球，在哪里？根据攻略显示，就在这附近。这里。就算看攻略，我们也要来解释为什么双翼的战士能动的不能动，双翼的战士，然后十字，就这样。战士有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他瞄准目标，架好长矛，准备刺向远方的恶魔。所以塞那一座塔，根据它往的方向来看的话，有吗？没看到呢。有了，看到了。最后的谜题：受惩罚的或是被逗乐的，在戴达罗斯以下的一片绿。看得到主教阴森地破镜城堡，这附近哪里有一片绿？该不会是迷宫里吧？我觉得那个罪犯追不到啊！应该就是这个一片绿吧。破镜城堡，可是巴士底监狱不在这边呢。破镜城堡是哪边啊？是不是有一座城堡？我稍微爬高一下看。不是哎，那不是城堡哎。
一片绿，感觉除了这里没有其他的地方了耶。有盗贼！你好，我觉得应该在那个迷宫里面啦。毕竟那边是这附近最绿的地方。直接城堡我就不知道怎么解了。我们先去迷宫里面看看好了，这里也蛮绿的，没有在这。好，先去迷宫看看。What do you want? Come in.I won't kill you. 进了迷宫，我什么都看不到啊！不能站在迷宫上面吗？会不会是中间的？感觉好像有可能，不过三星门太过分了哦。说不定那个草墙上面是可以站的。不行哎、欸！我要怎么抵达中间那个看起来就是我的目标的地方呢？它那边有个入口是没有锁门的。好，我努力把路记得了。究竟身为路痴的我，能不能找到路呢？这里，这里，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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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yeah! ！我还蛮厉害的嘛，自己讲。我跨区了，这区的任务是不是都做的差不多啦？还剩下这里最后的任务。我好不想走这个迷宫哦，可不可以让我直接出去？说不定跳得到。哦，走吧，靠那些血，真想我不用再绕路。他叫我走一次，我不见得还能认得。有宝箱哎、欸，顺便一下，太好了，一星。别看到，跑喽！顺便可以去追罪犯。
一举两得。跑这么快啊！进入射程。我还以为我要打到一般人了，居然！很难挡哎，这个。他们速度真的超快，挡不太到。沿着这屋顶走好。不行。有道理。我好像又来到这一区了，穿过这一区无数次。是你对不对？开枪打我的！哼！敢开枪打我！Heard of the Crimson Rose? He goes by the name of Sir Reginald and pretends to be a bit of a twit, but he's quite brilliant at helping people escape the guillotine. I'm suspicious of him. I'd like you to integrate yourself by saving him from an ambush. What ambush? The one that's about to take place at his home, the Hotel Fiube. Save him, and in gratitude, he may well admit you to his secret league.他之前那个剑士啊，很厉害那个，然后被我一下就打败了。红花侠和血色玫瑰皆是借用历史人物精神的虚构人物，通常是一群企图颠覆法国大革命为目标的贵族。幸好他们是虚构的，因为你真的会想要一个这样的绰号吗？哦，谢天谢地，幸好有红花侠带着，这很不被想成别人是不是在挖苦你。其中一个人叫做威廉·维汉，1761年出生于英格兰的约克郡。维汉在乔治三世国王的军队里担任中校，他在瑞士和法国分别设立间谍网络基地，用来密会法国保皇党，对抗恐怖统治。热月政变后，他回到英格兰，在1740年平静的过世。那英国是保皇哦，英国要参与是这样吗？
那边是一场政变，千万别跟龙虾料理搞混了。这是为了，这只是避免让你误以为经过一个热月后，伟汉回到英国后死于误食海鲜中毒。什么东西啊？反正这个是虚构的嘛，一个故事。那我现在到底是要保护谁啊？看一看忘了。今天我可能不只没有戴眼睛，脑袋整个都没戴。两个交谈对象。Are you here to meet with Sir Reginald? Want to join the Crimson League, eh? Good man. The Crimson League? I may be a member. I'm not about to say. An ambush? I cannot be apprehended just as my plans are coming together.You, sir, if you help me hold them off, you shall have. 这样讲一讲就知道玫瑰在哪里，这么强。你从哪一句话推断？ After him, men! Kill that crimson rose! 哪里？我听到有喊声，有人说要杀。白色的吗？我要保护对象，现在被围剿。长官信物，我两星的好像没有很强，还有吗？没有，我去扑窃贼了。Ma parole, j'aurais. 什么东西杀死？啊！杀死目标？哦，就是你！他们在哪里？哪里有看到一个要杀的？Well done. You seem the sort of fellow I could use in my organization. I shall call on you in the future. Probably an informer too. You look like a bloody rat. Come on, love. Come on, love. 他是不是会有后续任务啊？真的。
know you keep money around here. What? 哦，超帅，这样也行。刺杀动作是不是超多啊？这一次。跑真快啊！ I need a bit of assistance. The Comte de Choisy is to be arrested today. He's an honorable man, certainly not deserving of the guillotine. The Crimson League and I are busy elsewhere. Could you prevent his arrest? He lives on the Rue des Bains, just south of Saint-Gervais Church. 是可以，不难。等等等等，这里还有守卫啊！你们都是来抓他的吗？来晚了，部分被烧毁的信件，汇报给珍妮，告知团长你的意图。意义不明，团长，该不会是圣地骑士团的团长吧？嗯，这边我要怎么过去？墙壁中的女人吗？怎么过不去？哎，外面还有别的窗。没有哎。就神秘了。还是进不去的呢。也没有其他窗户啊。那里是唯一入口哎。还是些跟门互动。Who is that? I won't come out. 原来跟门。I've taken him, my husband, carried him away past the church. They spoke of the guillotine. Hide in plain sight. Right.